计算机已进入重启程序，所有外出通道将在60秒后关闭。编号310，拿到钥匙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310收到，我是编号310，我来自于未来世界。在我们的世界里，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机械般的程序里。程序控制着我们的思维，我们的交流，我们的情感，甚至我们的微笑。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丧失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？如果真的有一把开启快乐的钥匙，我一定要找到它。
心清爽，就像只会乐观。这感觉你我都要喜欢。我们就